各界代表致辞。那么今天我们的现场灌溉云集，那么首先要由本校的吴松熙吴校长代表全校师生来致欢迎词，掌声欢迎吴校长。我们惠登中学吴董事长，各位贵宾，各位老师，还有各位所有的同学们，大家好。好。今天我们以最简单、隆重，而且用温馨的方式来感恩跟缅怀您创办人钟盛董事长逝世五周年。今天也是用我们创办人他最喜欢的音乐还有美术啊，让他一起来欣赏我们同学们的成就。那林创办人他是用生命来办教育，在20年前，我们惠登这边是一片的果园，创办人跟我们吴董事长呢，还有我们志同道合的董事们一起办学的时候，创办人他是非常的辛苦，每天要规划整个学校的蓝图，要建筑这么美丽的校舍，所以我们不管在校舍整体学校的环境典章制度都非常的棒。所以董事长他讲的要先教做人再求学问，一个中心的教育理念。虽然5年前他往生逝世，但是我们吴董事长也很坚强的扛下重责大任，这5年来在外在的环境也是非常的险恶，尤其教育环境少子化的冲击非常的严重，但是我们吴董事长秉持着林创办人的精神，带领着我们全校的师生一起努力，我们不但学生都一直增加，同学们各方面的表现德智体群美的表现都非常的好，所以尤其在我们学校的教育方面也是蒸蒸的日上，受到各界的肯定。当然也要感谢我们各界的长官还有我们所有家长对学校的支持，我想未来我们在感恩林董事长林创办人的德责之外，大家一定要遵守着他的办学理念中心思想，就是我们每个同学呢在这边要敦品力学，老师们都认真的教学，让我们这个惠登的招牌呢能够更擦亮，我们惠登中学能够永续的经营，也是提供给我们青年学子最好的一个学习的场所。我想这真的是大家都非常感动，我们有这么好的教育家林钟盛董事长呢来创办了我们的惠登中学。那今天我们大家一起用感恩的心来感谢林创办人，那也希望我们师生们要继续努力。谢谢各位贵宾的今天来给我们指导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校长。